请林大哥帮我们介绍一下招牌吧。对，这个就是招牌兵，对，也就是我们讲的传道兵。对，他因为以前我们这边是算原乡部落嘛，以前传教士、传道士、牧师来这边传教，本来是解渴了，后来的肚子饿了，老板那边加个红豆、绿豆加一加，是他们的提议。对，他加完了以后，他觉得还是没有饱足感，还没饱足感。他的老板，你可以再加一颗蛋嘛？啊，加蛋他是要饱足感。是，我就来饱足感。蛋哦，你就是要跟兵一起下去拌，拉拉呀，就等于是动手。来喽，来喽，对，很像兵一起拌，对。很像那个冻饭，有没有？冻饭是要拌饭的。啊，哎呦喂啊，是盖饭一样。我跟你讲，因为我不只是饭控，我也是蛋控、蛋黄控，我很喜欢吃生蛋控，这个是很有特色。哎，对，你再拌一下，旁边就熟掉了嘛。Darren 的是下面是一样是有加一些其他的花生、红豆，但上面加的就是刚刚我做的那个火龙果。因为如果不吃蛋，我就加一个水果冰，红色是整颗火龙果下去煮。我真的大推这个，因为这个一定是纯天然，不加色素什么。像我们这种，像我就喜欢吃那种清冰，都单。新鲜水果的，对啊，清爽。哎，但是你看我这样搅拌一下，真的就熟了。极冷它也会熟。哎呀，它已经融在里面了，你看看。吃起来像什么？有蛋味吗？就是那个蛋黄的香味有带出来，然后配上红豆跟花。对，你觉得哎，好像有咸咸，哎，又不是咸味，因为我们通常吃蛋都会加一点盐巴，对，或者是沾酱油，但这个没有。对，所以你会觉得说，哎，更能够吃到那个蛋黄的那种香味，误打误撞的，单纯的那种。所以这也可以加蛋黄吗？这个也可以啊，这个可以加蛋黄啊，哦，是一样，谢谢小爷，这样更美啊，对，这样才有饱足感，是拉拉哎，对，而且我这样其实好像有一种那种蛋黄酥的那种里面那种蛋黄的感觉，对，然后还有配一些坚果，应该很香啊，对，你这样弄完就是跟刚刚的。质地就差很多了。我是清爽型啊，这浓郁，这是有蛋香又很爽口，真的，对不对？对。你记得就是说大概做多久之后，然后这样每天这样排队，然后爆红？怎么样？就是慢慢的做嘛，那就很诚恳跟客人讲，我们就是很健康的食材。CP 值也高。这种陷阱题，上一辈的不会轻易上当。他们就是这扎扎实实做，一步一步，他不会承认什么时候爆红，应该问小林。很客气。他一定说哦，那我爸爸的时候就爆红。对啊，你问错人。问错，真的很实在。谢谢林大哥，谢谢林大哥。前面的还不够硬吗？接下来还有更硬的吗？在海边呢。对，有没有看到一位大哥？他在那边露营吗？他在准备器具。对，等一下你们要捕捉在地非常稀有好布拉鱼。红头布拉鱼啊，布拉鱼。我吃过布拉鱼，但我不知道布拉鱼要怎么捕。我觉得可以了解一下，因为这个还蛮特别的行程，可以长知识。来南澳没有捕捉布拉鱼，就等于没有来过南澳，是吧？聪明。Darren 有吃过布拉鱼吗？我吃过，一定没捕过，对不对？没捕过，我们都没捕过。来，直接下去，硬起来。哎，这种悬崖一边一坐下去就整个瘫掉，啊！要悬崖勒马吗？悬崖就直接瘫下来了。呀！好，走。大哥你好，大哥好，你好，你好，哎，达人，您正在捕那个昂桃布拉提哦，对，昂桃布拉，对，只有这边有吗？东部沿岸几乎都会有。我们有个疑问，对，就是说我从小喜欢吃布拉提，但是我听过一个说法，就是说布拉提是各种鱼类的幼苗，所以我们不要吃布拉提。要不然吃布拉鱼之后，以后就没有鱼可以吃了，是这样吗？海上的布拉鱼是这样，对，它这一种不是，这一种是单一品种，对，红头。如果海上捕的话，变成说它有可能连那个大型鱼类的鱼苗都会被你们捕走，对，因为你分不出来，因为它小时候就是白白的。它这个昂桃布拉就是它从小的时候它是长大的，长大在这边上来，它长大它会到上游、中上游，然后后来它会产卵，产卵它的卵就会随着淡水冲下来，冲到海里面。海里面，然后再慢慢它慢慢孵化，慢慢长大一定程度的时候，就它游上来淡水，它会变成什么鱼？它会变成那个秃头鲨，那日本秃头鲨。秃头鲨，对，可以大多大？它大概那么大。对，其实你这个问题很好，反正我们就不要滥捕嘛，对，适时的有十只给它捕个两三只就好了。好像接下来开始涨潮了，对不对？对，慢慢再涨潮。那我们跟你学起来捕一下啦。对，可以。来了。
这个是你专门研发的器具吗？对对对对，我们当地人都会用这一种。它这个我们的三角网，这个传统以前老一辈他们是用竹子，后来就因为有金属开始发达之后，就开始做那个不锈钢。但后来就觉得不锈钢太重，又回来又开始用竹子，还是古代的智慧。竹子补这个布拉提有没有比较好的时段？比较好的时段大概就是我们现在。清明节前后，然后在那个就是大概要涨潮前大概一个小时。您现在那个专业的知识教我们一下嘛？看你是左撇子还是右撇子？都是右手嘛，右撇子大概就是这样。对对，你的这一只手撑起来，然后就是抓的时候你要弓箭步，你的大腿顶住。对对，它浪皮来的时候，你看准备浪来了，打过来，对，然后你再插下去，然后它是会往回的时候你再捞起来。哦，对对对，就用这样冲了回来的时候，它还没打上去的时候你不能插下去变成网子，可能你把那个鱼啊就挡住了，对，你就抓那个时间点。OK， 我们自己有准备，所以是面对这里啊。对，哦好，其实都可以，你如果抓习惯了，你要用什么方式都可以。那我们离岸的远近度就是现在这个距离，远近度大概你们自己抓，秃头鲨幼苗它这水一点点它就会上来了，它不用抓很深，它有时候它在那边就是躲在石头缝的。哦，对对对对，这个秃头鲨的苗它游泳的能力不会太好，它们的体力不好，它们游一下就要休息，游一下就要休息。这个还要看海象吧？然后呢？对啊，有时候浪大一点就这样捞起来。哎呦，这个蛮大的哦。哦，来了，有大的。这个男生都很厉害，不用怕。差了。插对，然后回收的时候，它会松，对对对对对，好，好捞上来，对，几下都没有，没有，还有比较大的，来了，有吗？这时候插吗？哎，对，插，好，它浪来的时候你要拉起来哦，好，拉起来，拉起来，看下面，然后等它回来的时候就看了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好，这样可以捞了，这样过完之后它比较下去，这样你们通常就要等涨潮的前一个小时。大概会这样，大概，所以大概就是在这个时间是最好的，大概会，但是现在没有，现在是。潮最低的时候才开始慢慢要涨，没有涨潮前两三个小时来，对，或者是它有鱼苗的时候，啊，如果真的多的时候就不用看了，你就看那个白鹭鸶，你看它一直在啄，就表示会有鱼苗。哦，所以以后我们在海岸线看到白鹭鸶，我们一般都看白鹭鸶的，白鹭鸶很多，它如果一直在那边啄，一直啄，一直啄，肯定有苗，那就是表示有。所以现在是其实很少很少很少了啦，他们早上、他们清晨跟傍晚都会来，都会来找食物。哎，这感觉好像在夜市捞青鱼的感觉。有时候会有乌鱼苗呀，有时候有那个螃蟹。来了来了来了，他说不用深，这边就有。不用太深了，他如果打到上面，如果有鱼苗来，他会先靠板。哦，有大的有大的，好捞上来。哎呦，试试看有没有，这次应该有机会哦。没有，都是叶子。啊，我们在抓的时候有一个，就是看如果很多垃圾的时候，鱼就会比较多。哦，很多叶子的时候，他们就有些浮游生物，变成说它就会集中在那边，他们鱼就有的汁就会上来。对对。哎，这个有没有？来吧。没有。还是说这个附近哪里可以买得到吗？对，想看一下红头布拉提长什么样。有，都买得到。因为都已经要来要餐厅都买得到，这边餐厅都会有。好了。没有，就算没有，其实这个天气看到这个风景也是蛮舒服的。对啊，对啊，我们这边来抓也是不一定会有啦，就看缘分。对对，啊没有我们就回家休息。对啊，就这样而已。就是要看天吃饭的。所以它这个量多跟少差很多，有可能量如果多的时候，你可能一个晚上你可以抓个十斤、二十斤。十斤、二十斤。哎，有十斤、二十斤、三十斤都有可能。对。还有有时候你就共估。哦，这个应该有。有了，有了，有了，应该有了。真的，这个高度应该有了吧？拉起来。哦，有。哦，这个是吧？有了。这个肯定是了啦。这个又肯定是哈。哎，真的是红色的，活跳跳哎。对。都可以看得到它节目里面。对对对对对。大哥，我这个是吗？对啊，这个也是啊。对吧？对对对。耶，太棒了。对，这个也是。有了。这样大概十分钟哎，才四条。捞一下哦。很难捞哎，你帮我看一下大哥。所以真的就是补这种东西要看时间。哦，有，这边也有。对。对，这边也两条，这边也两条，哎，对，这边也两条。有。你看，我们这十分钟才四条，十分钟四条塞牙缝都不够。看运气啦，还是要看运气。看运气啊！你找到对的时间，十几、二十斤都有。但是就是这样，有耐心，跟他耗，来吧，来。哦，哦，
哇！哦哦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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哦来的不巧啦。对啊，大哥，会不会那边比较多一点？会不会？因为那边有很多那个好像鸟在那边吃什么东西。对，白鹭鸶他们也是在吃鱼苗啊。对，因为那边可能少数他们会躲在那个石头。那大哥，你刚刚有捕到什么东西吗？有一些啦，也有鳗鱼苗。嗯，鳗鱼苗跟那个我们刚刚捕到那个红头。红头不啦。哎呦，哦，这个就是鳗鱼苗啊，这个是芦鳗苗。这么小、欸。这个是，對这个是红头布拉吉。红头布拉吉。对 对。然后这个是细细长长是芦鳗。你看它小时候就已经是，你看。芦鳗苗的尾巴会有点黑黑的，我很活泼啊，它。芦鳗苗它的生命力很强。哇哇哇哇哇哇！它们一般来说，我们可以大概十天不换水，它不会死。哎呦，这个布拉鱼你可能三个小时不要打气，它可能就挂了。那我们在吃的那个什么鳗鱼饭。鳗鱼饭那个是日本白鳗，白鳗，那日本白鳗那不一样。那像这种可以生吃吗？这个可以生吃。看点啊，不是，不敢那个很甜哦、喔，很甜哦、喔，不要，你不敢，那我来了。真的假的？这可以啊，甜甜的啦，超好吃的啦，甜的啦，对，就甜的，甜的。这个是活的哎，等一下。我最喜欢这种，来，这边还有，知道，这边还有好几条，掉去哪里了？掉下去了。啊，甜的吗？而且是脆的，脆的，它会脆甜，对，我一定要试试看，脆脆甜甜的，真的。我们这边哦，餐厅呢，只要有观光客还是什么来，他们都会吃这一道，一定要的，因为只有这边有，但是会冷冻过，然后再退冰。然后再赶快料理，不是，但是那没有像这样现吃的感觉，现吃绝对是最好的。嗯，是不是好吃？嗯，是脆的，脆甜，脆的，是脆的，是脆的，算是有结到吧？我们这样算是有来南澳的海边，知道它这边有真的很特别的布拉吉。对，而且你一般我们吃到的布拉吉绝对不是这种品种，而且没有这么新鲜的。谢谢大哥，谢谢，感谢。但是我让我们有吃到了。这个非常硬，怎么硬？嘴巴会很硬。嘴巴辣，它是世界辣椒庄园。那刚好这边有吃辣椒的达人。对啊，没错，吃辣椒的。我是要说，我不是要说你。OK 啊，你很爱吃辣吗？我微。但是早上我看到 Darren 也蛮喜欢吃辣，对不对？小辣，可以啦。我们来品尝一下，看谁吃的辣。很硬，没关系，那个看看多辣，我不怕啦。对啊。OK， 吃一下，来，走，吃下饭。哎，大哥你好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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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好。我们是请问今晚住谁家？我们要接受到一个任务是，说是嘴巴很硬的硬汉之旅。硬汉之旅。听说这个地方是世界辣椒庄园。对，没错。我们刚好有很会吃辣的人，哪一个？就是他本人，就是我。是。那你看到这些都是你们庄园里面？对，我们自己种的辣椒，自己培养的。哦。很辣吗？很辣。还有鸡心椒是4万到10万。然后这边有300多万的，没有，其实我这个没有什么概念，不是，因为辣椒是用4万辣度，对，辣度，一般单位，对啊，对，一般的辣椒是多辣，比如说我们在超市买的辣椒，超市买的，可能一万多，到你到朝天椒也差不多4万，那鬼椒呢？鬼椒差不多也在100万上下，鬼椒就已经跳到100，像这边最辣的是多少？318万，三百一十八万是哪一个？Paper X。哦，英文啊 ，Paper 没有名字 ，X OK， 还没正式取名 ，X 哎呦，取名 X 哎呦，它属于你的哦，没有，要挑战一下，你说300多万，318万上下，因为不会很准，辣椒出来是会比较辣一点，比较不辣，但是。听说还有到400，那他平常是拿来生吃，还是说他你要做什么料理啊？什么也可以当武器啊？
做辣椒水喷椒喷的，对对对。那请问一下，这些辣度的是怎么去测量的？它有个辣度单位。OK， 那这辣度单位最早最原始是我吃一个辣，然后喝几倍的糖水。它就是多少辣度，所以真的是用人，是人为测出来的。后来才有机器来测。你自己吃辣吗？我不吃。那我不是硬汉啊，我是老板。哎呦，这样讲你是不是直接要我们要挑战一下？我就来挑战。但我觉得你这个300多的留在最后，循序渐进。从前面最弱的是哪一个？出来。比较漂亮的就比较弱。看起来没有杀伤力。看起来没有什么杀伤力。您说这个多少？大概顶多就是40-80之间。朝天椒40000哦，这已经是10倍以上了。10倍啊，那很辣哎。我是达人嘛，我先为各位身先士卒一下。OK， 好吗？可以生吃吗？可以生吃。有没有建议它那个量？哎，没有咬到吧？有啦。你在旁边画修嘞。哎呦。OK。怎么样？可以吗？你要小心违禁哦。对呀。因为你还没咬到它种子的位置。大哥，我当然知道种子是辣的，所以我才咬外皮啊。所以它后劲会强。目前没感觉吗？现在有没有辣了？有没有辣感？有。你好像开始流汗，冒汗。你这样都看得出来？没有了。对啊，低头这边有上疤。你的人中在流汗呢。哎，真的哎，那是流口水，有蛮快的。好，这个40万的过关，我到现在讲话都还是可以。对，这个稍微再上辣一点，对不对？这个我们派第二会吃辣的来，第二个。你 OK 了，我们刚刚吃的那个辣椒，你也是，这但你一点点就感受一下。好，这个多少万？差不多也是比他高一点，但也是在100万以内。算你90啦，我这个80。我好担心我的屁股啊！你记得手不要碰到他咬过的地方，因为其实人最不怕辣就嘴巴，对，其他什么眼睛啊、皮肤啊都很怕，很痛苦。你这个咬完，而且这好脆哦，目前还可以，还没有辣味还没出来，它会慢慢的长。对。这个比那个这个好脆，感觉你那个比较好吃哎，我是不是感觉厉害？你是吃很多，你还不错啊。你会不会有后劲啊？我这个脆，这个口感比刚刚的好，确定？但是也有辣。哦，来了，已经不行了。但是流汗，他开始这样。汉典，你就是完全就是打算当局外人。对啦，因为比较冲动，你们先试吧。没事。对啊，你们扛不住的太扛。对对对，120万，哇，好刺激的感觉。怎么样？哦，这一进来就有，有，那有可能是你刚累积的，会不会？这个辣椒是会累积的。我刚刚看到那边有一些饮料是可以喝的嘛？啊，应该是，是可以喝嘛？来，可以喝的。来，拍姐，我跟你讲，真正的硬汉是我。我的名字里面有什么？汉，舍我其谁呢？好，来啊，硬汉嘛，来，老板，这个我要挑个最辣的，这个来讲，嘴唇都辣了，它的辣度是多少？300。哦，这个会上来，你吃哪一个？300万，哦，你整根这样吃下去，整根，我觉得还好哎，其实没什么感觉。再吃一个，再吃一个，哇，300万哎。那一点点就应该还好，一点点没关系，我没关系啊。你刚为什么自己整颗这样吃的都没事？有辣吗？一进去就有一点了。真的假的？哎呀，它其实来的蛮快，但因为我要不，这会上来。我现在你看，我现在这个都自然的会，它自然会流的。哎，不要摸眼睛，这不能摸，所以我不敢擦啊。对，因为这个会辣的。我觉得我这样就好了。它已经有点辛辣了。谢谢。它辛辣感上来了。300多，我也试试。对。哎哎，别！它我只能这样讲，它每一个皮的香味都不太一样。这个绿色有点像。对，我反而最喜欢，目前最喜欢世界第一辣。你咬到比较里面去了。对，我咬一点点，其实我现在整个嘴巴都是麻的，都是辣辣的。没有，他如果客人来这边的话，都有机会这样试吃一下，就看机会。对，这本来就是比较没有在公开，就我们在制作成产品之前是在苗圃里面，对，然后直接切出来。那像你如果在做辣椒粉或辣椒酱，做最辣的这几个都是要穿防护衣的，所以不会在外面做。是，照理说是要防护衣，因为这个辣椒的那种，你说精油。
对，是会受不了的，不会吃辣的人。那你在吃什么？这个哦，这个是第三辣。所以你刚刚是吃这个，我就浅尝了，好不好？你比我能吃啦，这个啦，好不好？哦，这个会上来。你吃哪一个？这个是解辣，赶快。我想说你刚刚整颗你吃的超帅的。哎，赶快，哎，番茄来一下啊，吃酸的啦，酸的比较解辣，好很多。其实我刚刚120我就已经差不多，其实这样嘴巴已经够硬了。我觉得我们已经了解到40、80到120，甚至到300。对，因为我看这个是一个做辣椒的辣椒工厂，我们可不可以了解一下？舌头很烫哎，舌头很烫是正常的吗？正常的。你的讲话已经有点怪怪。明天去别的地方烫，我该怎么办？我辣，喝你们的。我是流眼泪而已。我是舌头，我其实舌头是每个人辣的位置，其实舌头整个很烫。很麻，像这边有需要做一些什么辣椒酱的东西吗？刚好我们老板娘在这边准备要做辣椒酱，她可以带你们一起做，跟你们教你们做怎么做我们的肉酱，辣椒肉酱，用这个一些厉害的辣椒做起来，这种辣度应该是很厉害的。但是我觉得辣度还是刚好就好了。没有，你这个带着，好不好？边做辣椒就边这个我们可以带走，可以没问题。做辣椒，舌头好烫啊。知道了，美丽的老板娘，大姐，大姐怎么称呼？我姓辣，姓陈。陈大姐会吃辣吗？会呀。难怪皮肤这么好。辣妹，真的。谢谢。辣椒含丰富的维他命 C， 是你爱吃辣的人皮肤不会差。被泡泡又迷。对呀、啊，你教我们炒一下这个，这个要做的是什么？魔鬼肉拌酱。魔鬼辣椒，辣椒肉拌肉拌酱。Darren 现在当爸爸以后，平常在家里有没有开火？太太不在的时候还是会做东西给小朋友吃。今天给你表现一下吧，学起来做给自己的小朋友吃。那陈大姐，那你教我们。您只要动嘴巴，这油了哈，这下面油。这个古茶油。古茶油。喝油呢？对，我最好。那这个下面油。这个橄榄油。没形嘴了哈。对，请不用多，因为。先下去。因为这里面也有猪油啊，所以就也油也不用太多。对对。那其他这是什么调味？油葱哦。红葱。红葱头。对，啊那个蒜头一样就在那里面，这个是辣椒酥。辣椒酥啊，炸过的。哎，这个是蒜藕香料。你看有龙舌兰的，有一些秘方在里面。那这个是什么？这个是你现在解辣的番茄，真的辣。也再给我一点，还是辣味。刚刚大哥说，其实辣味是一个痛觉，对对对，它不是什么辣味，它就是感觉让你舌头痛痛的，对，很痛。那这道魔鬼辣椒肉拌酱是您发明的吗？就是因为您的先生这边负责种辣椒。然后你就研发一些其他的那些周边的产品。儿子，他就专门对这个辣椒他有兴趣。对。啊，陈大姐本身有没有吃很辣？一定要吃的。啊，一定要吃哦。300万的你敢吃？300万，对。吃哦。哦，而且面不改色。那你结婚前会吃辣吗？没有那么吃那么辣。结婚后，他结婚前是身材辣，好有吗？结婚完以后吃的辣，结婚后吃香的辣，哎，差不多可以了哦，是不是？差不多蛮熟的，好，等一下吗？等一下，哇，这个香啊，再拌一拌，好，再拌一拌，再来加别的，那一个，哇，这个哦，综合香料，综合香料，等一下 ，Tequila，OK， 对不对？这个是你们已经调好的辣椒酱，对，这个是魔鬼辣椒，你闻到那味道你就知道，是吗？会不会很？我们试试看嘛，剪刀石头布输的是。哎，我很忙啊。没事 ，Darren 负责炒一把。剪刀石头布。呜，来，我帮你弄。一点点油就好。我可不可以用闻的就好？不是，这有一点点辣椒皮跟你试味道了。我也想陪你试啊。我怎么试？我怎么赢了呢？我很想输。帅哥就是帅哥，是不是香？香辣啦，香辣，会很辣吗？有几百万，要看等一下我喝几杯，我再告诉你几百万。有辣，有辣，它也是后面慢慢会上来，但是香的。那这另外得了吗？辣椒全部，不是，这个还有咸味。对啊，这个很香，咸香啊。哦，这个哦，这个拌面很棒。哦，这可以了吗？好，转播哇，哇，这个已经很香了。这红彩真的，哇，这也是这算是后劲是，这个比刚刚好了，这比刚刚好多了。目前现场的味道就是那个红葱头的那种油葱香，配上一些还有香料的味道，我觉得这个是它的特色。龙舌兰啊，那个看你炒东西也算嘛，因为看你们的节目，就看你们都在都有看我们的节目哈，哇，太棒了，哦，哥来。
人蛮会炒的。对呀，你真的吃的会的。好酸哦，就说这样吧，焖熟。对，焖熟。OK， 大概焖多久？一下下。一下下。OK。接下来加什么？导游。哇 ，V 九，我 V 九，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这样子，全对全对，每一个步骤都不马虎。这个我跟你讲，不要吃了，吃了回不去，回不去了，绝对回不去。来一碗饭之后，浇粉后回不去了。其实如果自己在家里，大概知道一些刚刚的那些步骤跟配方，如果你不吃辣的，不要放辣椒就好，下去试。听你那比喻，进后甲，刚没在，不后甲不。比赛呀，镜头奖啦，我不信，看不下，看不下，镜头奖，林伯奇奖，哎呦，回不去了，是吧？很棒，很棒，没有那很辣，香香辣，好吃，好吃，好吃哦，这好吃哦，这个没有那么辣，对，好，这个通常像你们这样就是拿来拌饭拌面，拿来拌面，对，百用酱，魔鬼辣椒拌酱就是完成，对。到了 ，Hello， 嗨，你好，你应该就是刚刚那位陈大姐的孙女是吗？对，我们刚刚跟他们做好了这个很厉害的干贝拌酱，奶奶都有教你对不对？有，我们要用一些食物来疗愈一下。好啊，那我们去试试看。好的，好的 ，OK。那我们介绍一下，对，这三个口味是一样的吗？刚刚炒的那个魔鬼干贝酱是那一个。然后这个是毒蝎牛肉拌酱，你说它是辣椒的，那个毒蝎，因为我们用毒蝎辣椒下去把它比例制定，这个辣度大概几百万，我们有把它降低，因为这个做了肉酱，我们让客人他可以先吃到小辣的，对，那待会桌上这些辣椒酱不够辣，可以再加，自己再加一下 ，OK， 我们被300万的已经辣到有，我们刚刚都已经吓到了，对，所以我们现在都有准备那个。奶茶奶茶要解辣，所以你本身也可以吃很辣吗？我本身喜欢吃辣，对啊，皮肤就很好，嫩嫩泡泡又绵绵，就是这样。像你们现在吃的这个拌面，也是用我们五种辣椒下去比例制作，对，所以单吃那个面条，它也吃得到辣椒的香气。那这个干的部分呢？对，干的部分是我们香脆辣椒饼干，也把它拌进去，也把它拌进去，漂亮。它是用我们辣椒去高温烘烤，跟小麦粉蒸嘛。那你们可以跟面还有酱拌在一起。哦。那里面旁边那个是我们1974年手做的第一瓶茶油剥皮辣椒。1974年，到现在的。对，到现在。所以这样会不会过期啊？不会，我们从那时候研发，就奶奶研发，一直卖到现在。好，要讲清楚。等一下，1974年到现在，我们还要下去吗？这样。这有点像那种你知道老菜脯的那种感觉。你看我们一般吃的剥皮辣椒是比较脆的，它这个不是脆的，它是风味。比较入味的那种，待会你们脆的也可以在我们的鸡汤里面喝到。还有不同种，对，我们总共有两种。那这个是从奶奶那时候1970年研发到现在，它是用苦茶油跟黑豆豉下去熬煮，对，然后口感比较软，但很香，适合拌面啊直接吃。我觉得这剥皮辣椒吃起来怎么有点像海带？海带，有点海带，咸甜咸甜，还有点甜，甜辣甜辣。我们刚刚跟奶奶学做的那个。魔鬼辣椒拌面，这样弄起来就刚刚好。刚刚我们吃那个辣椒太辣了，就受不了。Darren 的这个那个是魔鬼肉拌酱，魔鬼肉拌酱，魔鬼肉拌酱。你们现在吃的大概都是2-3级的辣度，对，那你们可以试试看4级的，我们鸡心辣椒，尝一下味道，尝一下，真的尝一下，试试看。如果我们两个比较能吃辣，都香，你也要吗？放心吧。其实也是有辣哦，也是有辣，这是4度，全部有分几度？我们辣度总共有分1到7级，7级，那我们都是用原辣椒去制作，就是没有化学添加剂，所以我们就是采它辣椒原本的辣度。那你们这边就比如有没有开放客人，就比如说7级辣椒？哦，可以啊，吃完的然后免钱，有没有这种挑战？我们之前有办过一个那个辣椒比赛，对对，我记得。就我们那时候是有毒蝎椒、食神辣椒那些，对。然后办比赛第一名的话，就是老板他就送一个古董车，然后古董车，对，没有通知我们。然后第二名你知道送哪里吗？送哪里？送医院。当然了，我们就不要为了古董车嘛。所以目前人没有拿到古董车。有。真的好，就是表示真的很能吃，真的很能吃啊。嗯，那面也是你们自己手工做还是？对，面也是我们手工做。觉得怎么那么幸运呢？吃到都是很好吃的面，还有酱。
因为那种南澳这边硬归硬啊，但好吃的东西也是让我们很开心。当然，嗯，我觉得它不只是辣，也很香。那你们这个香菇该不会是用这个？我们在地的松大哥端木香菇，哎，刚好有中过，这些都是很好的在地食材的结合。这些都是里面是你的想法设计吗？对，我跟爸爸那时候毕业前，我们就一起讨论，一起规划店内的一些设计。因为像看有些是很原住民，对。为什么会？因为这边很多。因为我们在南澳乡有很重要一个族群，就是太阳族。对，所以我们二楼这里面的话，里面呢是以太雅族为一个场景，对，我们把在地以前250年前的太雅部落叫哈卡巴里斯，我们把整个部落的场景还原进来。对，那外面这边的话，就是我们辣椒起源帝国是墨西哥，那以前13到15世纪的时候，他们的整体的装潢跟一个摆设，让客人可以在这边可以看到。真的，那我想请问一下，这个灯的造型，它的原来是灯也是我们去定制的辣椒灯。对，那时候我们在台面一个一个把它绑上，对啊，对，就是一个辣椒的意象这样，对，相当有意义。因为这个植物自己新家的时候可以弄一个在这，这个 party 的时候感觉是很狂的，而且 party 要配那个酒。哎，对，火辣辣，它连啤酒都是辣椒啤酒。我只是倒3分而已，它还有5分、7分、10分，我就不要再辣了，这样差不多就好。你们还没试我们那个7级，在我们店里除了剪刀手部输的试一下7级，他很推荐我们要试一下。对，来啊，要一把，一把，输的试一下。黑白我胜利。好，黑白我胜利。黑白我胜利。黑白我胜利。对，利。不要那么多了，一点就剩最多。果你试一点看看，它这个是鬼椒。他等你含义，他说这是鬼椒。你鬼椒大概700万，它是鬼椒。来不及。妹妹在看，知道她笑得很开心。对，你估计大概几百万？你几百万？比要看你。比起我们刚刚在店里吃的那个生的，这个好像还好。这还好。对，不行，试试看。我相信我相信我也是，绝对可以。我很少不相信，我很少相信的。我相信这次我信你。彪悍，到底什么是不辣的？这个是不辣的。对啊，这一定是不辣的。我反而从早上到目前为止啊，我觉得这个辣的是目前我觉得最硬。真的，你们真的这个很厉害，让我们了解到原来南澳这个地方最有特色反而是辣椒这一块东西。真的，谢谢这位辣妹加油。她是可爱妹啦，超可爱的，超可爱的加油。你看我嘴巴整个都红起来了，刚吃太辣了，现在放风一下。哦，刚刚有吃饱吗？有，非常饱。那我就是来香肠来一下吧。好，板娘你好。你好。三条。哎，这烤香肠最好。要吃什么？鲱鱼卵还是？哦，原味啊，原味。鲱鱼卵，好了。两个原味，一个鲱鱼卵。好。大蒜不用了，你吃到饱。蒜头吃到饱，谢谢。最近客那个生意好不好？还可以。还不错哈。这是什么的？这个鲱鱼卵的，鲱鱼卵，来，哎，板娘是哪里人？是哪里人？越南。在这边开多久了？我快已经4年了。这粉鸟林在这边算是赫赫有名，这也是我第一次来，但我知道这边是秘境。谢谢。来，你出来，我们拍张照啦。很大哦。来，留个念嘛。合照。赞不赞？赞。我会咬下去啊，我真的相信它是现灌的，因为它是嫩的，很嫩，对，超嫩的，而且它不是说有那个蒜汁、腌蒜汁，还有酒味都在里面。喂，哇，这个马上可以在那边堆这样子哎，我第一个就看到的是这个，哎，这很浪漫哎，这里，哎，现在是因为黄昏了啦，对啊，如果是大概下午来的时候，这个眺望这样起来是漂亮的。粉鸟林你没有来过吗？没来过。为什么要粉鸟林？粉鸟它顾名思义就是什么？鸫鹛。鸫鹛。鸽子嘛。对。鸽子。哎，这个感觉有点像是小琉球吗？对不对？哎，也有点像小琉球。小琉球的 view。但是天气好的时候应该是不错。放风一下嘛。我觉得我们兄弟哦，如果一起来到这边的话，最适合是什么？打屁聊天，真的讲一些冷笑话，一定是的。你刚刚讲到粉鸟，对不对？对。那我先来分享一个，我来分享一个有关鸽子的笑话。你们这样，你们猜一下。好。鸽子啊，如果要躲在一间房子里面，它最喜欢躲在哪里？屋檐。差一点点，快猜到了。床底下。错。我直接宣布答案。屋顶。为什么？因为周杰伦有一首歌叫《屋顶》，他怎么唱的？在屋顶。
藏着你的歌，藏着你的歌啦。我这边有，我这边有。OK， 有鸭哈跟鹅，企鹅，鹅，他们考试嘛，对不对？考试完总会发考卷嘛。对。老师就说发考卷，哎，鸭子，哎，这次成绩考得不错哎。哎，鹅不错哦，上次没有及格，你这次呢就及格了，厉害。反而他看到企鹅说，哎，那你怎么老师都不及格啊？那企鹅说，我脖子比较短嘛。他脖子没有鹅，企鹅没有办法去。哦，对对对。大哥你好，大哥怎么称呼？哦，我姓林，林大哥，哎，你好，我们今天在南澳，哎，体验了一整天硬汉的行程，最后到这个苏澳这个地方，哎，可以住宿的地方。哦，真的，对对对，而且我们被你这些这个味道，这个味道，还有这些收藏给吸引进来。哦，这已经做了20几年了。你这边是专门有在是收藏，还是有在？啊，没有，这个是自己收藏，然后提供给来自住的人。欣赏，共同来欣赏哦，雅号的人，是，这是木雕嘛？啊，对对对，这是台湾的快木，快木，娇兰 ，Maniki， 哎，都叫 Hinoki， 哎，还有牛樟快木，有研究哎，真的是有研究。这种民宿让大家一进来就可以参观一下这种木雕的感觉，真的，我很喜欢这个味道，非常齐木共赏。今晚住我的民宿可以吗？凌晨睡觉 ，No problem，No problem， 太好了，哎，非常好，谢谢林大哥，谢谢。啊，我也是。我们苏澳的观光小镇理事长，哎，也欢迎你们，又要来这里玩都没问题。啊，我们苏澳最有名就是冷泉，等一下，我们看一下。哇，这个二楼是这是一个交易厅吗？还有吧台，客人来都可以在这里聊天的。哇，这边这样小酒饭呐，然后还有吧台。而且你看这个有做屋檐，你们看到吗？哦，对对，古色古香了。对，等一下，你会听到声音哦。大哥，你那水龙头没关是吗？没关吧？那你都唔捌啦，这是外行的，这都是全世界台湾所有的冷泉。这不是一般的自来水啊，不是的冷泉，这是。哎呦，这木头也是好木头，对对对对对对对。人家说苏澳的是天下第一泉嘛，对对，就在这里了。世界只有两个地方，意大利的西西里岛跟台湾的苏澳，就这两个。但是台湾的苏澳那个冷泉规划的比那个西西里岛还好。是，等下。看完房间三个，对对对对，跳一下啊，对，去看一下房间，我们看一下，好，今天欢迎。今天要住在住在哪里呢？两张大床啊，这样很棒啊，这个舒服啊。有这么多房间可以让客人在这边居住，或者是之前自己朋友来这边的时候，哦，对对对对对，小憩一下啊，对，朋友的重质量啊，对，不重量，有 sense 有水准，对对对对对对。但是我有个问题，因为我们今天是三个人，对，这可是只有两张大床，它有单人床的，各种房型，各种房型都有，我们自己选。谢谢林大哥，以后来就住这里就没。没错，你说的。OK， no problem。民宿也只有这个林，你有，只有这边有，对对，室内有。我们这个都豪华申请的，这是认识到您真好，谢谢。吃个晚餐，好，我们先去用餐一下，待会再。好，你们小心，大哥，好。今天一整天硬完了，硬完了，剩最后就是开心的，而且最终请到了这个负责人陈大姐。陈大姐好，你好，都是亲力亲为自己摆盘的，真的谢谢，真的，因为我们今天真的硬了一整天，很累，真的很累哈。对啊，最后来这个南方澳吃一下，要不然如果没有吃到这间海鲜餐厅，等于是没有来过，没有来过南澳或南方澳。对，这个是灰姐，因为它这个很大只。对，而且它会随着那个环境变色，变色，保护色，对不对？你刚刚讲的对，就是粘牙的感觉，对不对？然后我觉得中间那个小黄瓜，恰到好处。再来黑尾鱼，黑尾鱼，暴露了。哎，这一间呢，我跟你讲，因为我朋友前几天也是在这边南澳附近，他说排不到。哎，这个是排翅吗？对，排翅干的。排翅算是这边的特色菜啊。哎，对，桂花鱼翅。哦，为什么叫桂花呢？哎，用那个蛋黄的哦，把它炒的，哎呦喂，炒香，这个在别的地方没有吃过，比较少看到，对对，口感如何？很棒，而且胶质，在地的特色了。很 Q 啊，这边炒饭刚好，樱花虾炒饭这个，我跟你讲，如果好吃的海鲜餐厅，一定炒饭一定要会炒的，
这是很基本啊，粒粒分明。对对对，那就不油。我喜欢陈大姐的笑声，我们吃完很温暖，因为表示谢谢。听到你的笑声，我们又可以再多吃好几碗。多吃一点，中庭一叉也冒汁。你们喜欢中庭？哎哦，哎，它有一个是麻油香还是什么一个？有啦，就是提味用，提味，有点像那种意大利面那种黑墨鱼意大利面，意大利面，它是很甜的。这个砖会黑黑的吗？一定的，一定会黑啊，一定会甜，一定要牙齿很黑。你牙齿黑哦，啊，你嚼后都黑啊，对，一下就过，漱个口就，这是自然天然的。是拼盘吗？冷盘，冷盘，哎，这个是农场慢波鱼的肠，哎，我搞烟熏，哎，这个烟熏的做法也是另外一个，是不是？嗯，又脆又香，对，它有腌制味啊，对对，它是烟熏的啦，因为你们这个外面就是南方澳的渔港嘛，哎对，所以很多渔货都很新鲜，来就可以直接用。啊，你看中间的这个，这是海鲜粥嘛，乌拉鱼，乌拉鱼终于捕起来，都捞不到，先把它吃回来，好不好？而且刚刚大姐说这个很特别的吃法是要配导入，这是导入，豆腐乳，对对对，吃粥配导入，这也是你们这边自己发明的吃法，我跟你说，哇，这不得了，我跟你讲，主要是那个芝麻丁，对。胡椒粉来试试看，我要加导入原味，然后再加上胡椒粉，然后再来可以选择加豆腐，而且就是慢慢的去品尝每一种，哇，真的加这个导入下去之后，你也不会觉得这导入太咸，不会，就是刚刚好，对啊，我觉得这个是很特别的吃法，就很搭，难怪在这个南方赫赫有名。啊，为什么时阵哦，安尼开始拢排队安尼抢起来，你有印象吗？安尼抢起来，那是哦，人节日啦哦。啊，是讲迄落有啥物廉价吼，啊，都大家都安尼足济人诶，我无像讲人安尼足穷诶啦，我无啦。啊，谦虚啦，其实你看，我们今天访问两个，陈大姐对，或者是另外的大哥，没有不会掉进这种陷阱，低调，因为穷。是别人讲的，就是家己讲家己穿。阮讲你穿啦，你无爱讲。阮真正感觉这件店就穿。哎，吃这个虾，这好厉害。哎呦，这甜虾。甜虾哦，这甜的呢。这个最后一餐有补到了，对，因为今天真的这算是有累到你。上次来的时候，其实有给你惊喜，因为我们帮 Darren 过生日，对，哇，吓死了，对啊。录影当天是他生日晚上，到一个年纪就觉得，哎呀，算了，就低调，你也比较少过了，对。我就希望说，因为您是来我们第二次，对，肯定是觉得我们节目也是非常难忘，能够认识一下。在地的一些，对啊，我每次到庙里拜拜都会求说，哎，什么时候会再发我去啊？你直接赖我们就好了，我还拜月老哎，只是太过分了。红线才挂了快两年呢。我们好咖绝对是重复两次，绝对 OK。跟这个一样，海鲜餐厅对不对？好餐厅，我们一定会再来。这次跟上次的感觉有什么不一样？第二次了，然后有比较更熟悉了，对。然后呢，我这次很硬 ，Tough Guy， 光辣椒就真的是硬汉，嘴巴比较硬，对，硬到硬要。而且你那个辣椒吃很多。我想试试看到底会怎么样。确实，我还是不太适合吃太辣。我印象比较深刻是南澳这边竟然是辣椒很厉害。嗯，就我印象蛮深刻的就是那个松大哥，记得你的名字哦。Luna， 有干嘛？对，比后，那一家人给我的感觉好温暖哦，因为那又是一个露营区，我又很喜欢露营，就是很接近大自然。对。很乐天的一个大哥。今天虽然硬归硬，但整体来讲就感觉有家的感觉的。最后这个大姐让我陈大姐，跟大姐吃饭就是像跟妈妈话家常，真的很棒，温暖的一餐。希望你喜欢这次的行程，好不好？非常非常热爱。最后有没有什么话想要对我们两个说？我希望下次来还是你们两个。哎呦，哦，一点兄弟是不会拆散。嗯，就要看点点的表现了。来，谢谢，谢谢你，也谢谢，谢谢，谢谢大姐，谢谢大姐，这么好，好的晚餐，谢谢，谢谢，谢谢。真人打工旅游实境节目，跟着我们一起远离城市吧，探访最美丽的台湾风景。赶快订阅！请问今晚住谁家频道？记得开启小铃铛喽！铃铃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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铃